你好，二位。你好，二位。咱们是感情啊，有话也感情连麦啊。哎，请问老四，你跟石榴，你俩之间发生过什么？嗯？不要沉默，老四，你俩发生过什么？石榴，别走，坐好了。别，怎么的？感觉怎么待不住了啊？来，石榴，你告诉我，石榴，坐好了，石榴啊，你告诉我，你跟老四之间你俩发生啥了？啊？你别扒拉他，别扒拉他，你俩之间发生过什么？石榴，你别威胁他，你威胁他干什么玩意儿啊你？有啥说啥，小石榴，你俩之间发生啥了？啥？说啥了？小石榴？老四，你告老你好老四啊，我想问一下子，在你心里头，在你的心里头，你有石榴吗？老四，你有石榴吗？心里头？老四啊。四哥，老四啊，你心里头有没有石榴？石榴，你坐石榴来，坐好了。不，你俩能不能真诚一点啊？啊？能不能真诚一点？老四啊，你心里有石榴吗？老四啊，啊，在石榴，在你心目当中，石榴占据一个什么地位？老四啊，老四啊。不，我发现你这孩子，老师，真的，我发现你啊，真的，老师，我真的，我发现你这孩子，老师啊，我啥事没有的时候啊，你是一点都不带困的啊，我一采访你，我又发现我一采访你，老师你就困，咱也不知道你一天为啥哪来那么大觉，老师。